我也给刚才我给他建议，他先去让他俩。哎，那录不下了那边，还是那录几小了？那录不下了。你家这也是个暗锅，这个是空门。 太丑了，别拍我。自然，别拍。好，这真的。可以，哎，你显得你好高好瘦呀。你怎么了，真的？没事，你不发这个吧，要不？我告诉你。
他们这是酸奶，手套、帽子，这回活了啊！